就上牙了。他估计记得在北京的时候用的这个上牙铺。要是没有这个，今天。摘腰呗，这块。这块。学的我都不知道学哪个了。然后回门上放吧。说实在话，这不在我们高三上回，就是睡觉楼上的。哦。哦，并提去扔着的，是。哦，那个。哦哦，对。然后三十下来呢，花了1万多块钱，全都没成正价的，不行用了特价的。是假的吗？他是面包纸软的。也是假的。嗯。放那儿吗？嗯。他这个蔬菜都是假的，是吧？对，都是假的。嗯。我也是假的。给你选床，走吧。走。这么舒服的。嗯。这躺上去多舒服，到时候到家了，他要慢慢床，慢慢贴床床垫。嗯，这是大厚床。意思说床垫这儿得住啊，是了。哦哦哦。黑眼门儿得用点少，黑眼门儿就用上硬的都折了，而且它不害甲醛，一滴脚也不害，它都是液压物理现象形成的，那里头就是个纯棕。不讲啊，给你开这个去啊，你这是开这个特价的，这都是。别活了，都是好奇呀、啊。不兜着。走走走，赶紧摸摸那个。是不是什么都好奇？啊。现在就差你一个学习桌了，你选选。你看这边这个呢，这个怎么样？挺不错的。但买了床垫以后放上去都柔软啊，那都是。本来就这沙发啊、床啊，这都是这个问题，是必然的。哎呀，那现在都是这好处理呀，都是这好处理呀。是呗。嗯。你再找以前那大那啥的，那挺笨的。太要笨重。老快了。你们大真的来了吧？这回回来的大事办了，这是。这回来的学家具的。拜拜了，不接一阵来，到外头忙着上长气了。哦。哦。我说，人家回来老一块儿学吧。过来，用个正经老师是不是？哦。好几百块钱。走吧，七点走。家具解决完了吧？嗯，都有了。这就差那是灯没有学了。灯还有啥？灯叫床垫，床垫我自己学了。然后家电。啊、哦。家电以后就是说都能拿好了。哦，家电后期的用了。就是那线缝，那是通风嘛也可以。嗯。是呗。嗯。床上放这个壁布来了，把这个窗户关住。哦。这个贴布很厚的。贴壁布吗？过两天才能没缝哎。哦。要不是磨孔是吧？嗯。看看学着啥样。这是俺壁布哎。啊？这是俺壁布哎。哦。哦。我再划了个毛毛。好嘞。两天我再。上没缝，没缝都不上来。啊？没缝了都能那啥，也垫到一柜上，那垫。那柜上不到了。对，就是啥，那你碰不上，我碰不上，对，你碰不上。